世人短短数十年尔，人古早人讲目一个字，咱已经头毛喙手皮啊，哦，喙齿也无用，啊目睭也花，啊头毛也白，是毋是真正讲目一个字？古早人安尼讲，啊咱所会当得到的是啥？啊咱做偌济？啊所以或许跟各位浅浅大家分享勉励，好好啊把握。咱这当阵会行会走的时阵，啊，等当阵来讲吼，身体爱照顾，若无照顾好吼，那咪安尼啊，都一样无照顾，啊，有习惯有习惯，怎么维持以外，吼、哦，跟各位前人大家分享勉励，好好啊把握，咱这当阵黄金岁月，咱的年纪愈来愈济啊。爱当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少啊！老师以前曾经说过，见一次面少一次机会。希望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！啊，海书学浅，言不尽意，不圆满的地方只有你认识而已。祝我菩萨慈悲赦罪啊！敬祝各位浅浅大德，大家圣法皆圆满如意。